大家好，我是刘浩存。如果您想要志愿捐献器官，您知道有哪些方式吗？第一种，您可以去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登记。第二种，您可以在网站上进行登记。第三种，您可以去当地器官捐献管理机构或登记站进行书面登记。第四种，您还可以通过授权单位或组织进行登记。四种方式都非常简单，您记住了吗？